你们等一下要吃这个面，要用这个舀哦。啊，不要敢递掉吧。用这个舀。舀吧。你再讲，我台湾国语。我俩煮，我来讲讲，来讲形容，来讲啊，今天是要搁食偌久？你爸老白讲，要搁食介久，要食偌久？准备搁食偌久？伊讲。我问我要搁食偌久，我要搁食介久的。嗯，真正吼，菜心做物件，来暗算数。我想讲时嘛无闲啊，歹食。安尼哦，几两下尔，啊，咱以后啊，食辛苦，困啊十点啦，透早。